大家好，今天小乐姐姐带大家玩凯蒂猫的过家家玩具。这个是凯蒂猫的茶壶，这个是凯蒂猫的茶杯，这里边还有一个煎鸡蛋，这里还有两块大面包，这是个超大号的小猪佩奇。我们来帮佩奇穿衣服。我们再帮佩奇把帽子戴上去。佩奇现在要来泡壶茶喝。我们来倒杯茶给佩奇喝吧。我们再拿两块面包给佩奇吃。佩奇还要来喝杯茶。最后，我们拿个鸡蛋给佩奇吃。好啦，佩奇吃饱饭了，我们来切点水果给他吃吧。这是一个大西瓜，我们来切给佩奇吃。这是个红彤彤的苹果。这是一个大橙子，最后还有一个猕猴桃。